盐巴一小匙进来，小心烫哦。番茄，懊恼超久。对啊。我不知道，因为真心没想到，原来是番茄。我不晓得到里面的主要味道是番茄。太少吃了。可能吧。你比较少吃这种面体。因为很多人，有的人不喜欢勾芡的面。大卤面它必须要很浓稠，才叫打卤，才叫打卤，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卤汁，它必须要浓稠，才比较归类于大卤面这一块。然后完了，太白粉水你就可以先调一下。这么多，我的天，这比娃娃米跟娃娃米少差不多浓了，这个。快接近。鸡蛋，就把它打匀。哎呀，你怎么了啦？番茄啊，还在懊恼番茄。哎，气死我了。乌醋最后加，然后蛋也最后加，蛋也是最后加。好，上面是不是有一层？有一层炒番茄的油脂。有，你的肉不要忘记。我知道，就肉在旁边。好，上面是要一层那个油脂，铺上去。它是勾完芡之后再铺进去，再把它丢进去。勾芡前呐，勾芡前，勾芡前，因为它只有五分熟而已。勾芡前，勾啊，勾啊，谢谢。快，反应很快哦，勾。好，滚水把这个油面放进来，你大约差不多五六秒钟，你就可以把它起锅了。Karen 什么星座？摩羯。摩羯也是有幽默感的哦。当然啊，对，怪人。国修老师，一二三，哇，三个都是摩羯吗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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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什么星座了？狮子，哇，你牡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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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象，火象，同家了，同家了。哎，就我跟大家没关系。您特别。盐巴一小匙进来，小心烫哦。番茄，懊恼超久。对啊。我不知道，因为真心没想到，原来我不晓得到里面的主要味道是番茄。太少吃了。可能吧。你比较少吃这种面体。因为很多人，有的人不喜欢勾芡的面。型男十八年大卤面大概只做过一次。真的。印象中，以前次数一样，很少，就很少，很少做，很少做，哎呀，好，另外一个香味就是都是番茄味，红葱头下点进来，然后这味道也调浓了，调足了，对不对？能下来才不会淡吧？对，所以这边我就在试咸味，印象中够了，够，不够度啊？甜度，因为我等下下醋，所以。甜度再上来，你要下醋啊？它的酸是很明显的吗？没有，倒很明显，它就是只要吃番茄的酸度而已。哦，是番茄的酸度。然后肉是在勾芡前下，勾芡前你要让它煮一下，那肉味也才会出来。哦，肉味哦，肉味要进到汤里面啊。勾芡也有道理，所以它就是像酸辣汤的，没那么酸。勾完芡之后才下面，再下进来，因为你才能散啊。因为里面在挤，里面你在勾芡的时候，可是芡汁有时候扒在那个面上面啊，不透。哎，这个顺序要搞清楚哦。好，现在就是浓芡进来，对不对？浓了，浓了，浓了，然后再进来，比陈文茜还浓。转成小火量。为什么转小火？因为我要把蛋滑进来。哦，要滑蛋，不要大火。对。那这样这个蛋的部分也会跟面做结合，扒在面上。对，哎，番茄，好漂亮。陈哥明天还会再想番茄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他明天就会忘记，明天就有新的事情。